追我这兄弟女儿好几天了啊，没啥进展。我今天买了套情侣装啊，我让她穿上，我俩估计成为情侣就快了。小样，拿不下你，我连狗一块给你拿去。哎，副市长，你多大呀？我18呀，你不是知道吗？不是，我不是问年龄。那你问什么呀？我还能问啥呀？衣服尺码多大呀？我 L 码。啊 ，L 码是吧？啊啊，没买错，给你衣服了。这什么呀？你买的，路过商场，我看打折，挺好看的。不错啊，这么有心。啊，那给你超市正常时间了，你还挺照顾我的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换上啊。我现在穿着呢，那我就不换了，改天再换吧，费劲。行了，那我忙去了。去吧。给你穿呢。哎呀，不是故意的，副市长，怎么整湿了呢？哎，擦了吧，擦了行不行？都湿了咋擦呀？哎，正好我给你买那衣服，你换了呗？你换。啊？你说你姐呀，换挺快呀。都快换去吧，你一会儿湿了感冒了都，你看湿了老些，去吧。换完了，副市长，你挺合身啊，咋了？情侣装。对呀、啊，好看吗？哎。不是，咱俩成为情侣不是早晚的事儿啊，提前穿个情侣装不犯毛病。谁跟你早晚的事儿啊？那你现在脱了。不是，大白天的，副市长怎么对人动手动脚呢？你进展太快了啊，我不太适应。哎呀，你让我爸发现了咋办？哎呀，没事儿啊，你爸送货去了。不能，那个进货单呢？进货单早了。不是，哎，你俩起来一下，那个，不是兄弟，啊，不讲究啊你。不是兄弟，你那个。你听我解释一下呗。解释啥解释？哪有这么办事儿的？你说你呀、啊，你俩买个新衣服，那、不给我带一件呢？那个爸，啥？咱们员工工服。工服啊，赶紧订，给我也订一套吧。行，眼光行，不错，让我看着呢。行，给我订一套。啊，好好好。哎，副市长，还是你机智啊，谢谢你帮我解围啊。什么呀？那让我爸知道多尴尬呀！你这回能穿了吧？不但现在能穿了，以后也得穿了。咱爸说了，工服。这是我爸，什么咱爸？这不差辈儿了吗？哎呀，咱俩以后要在一起了，以后就各论各的，就冲突。